游客喜欢去Playa Delphine海滩，跟朋友在Cobra远足，和在Shellhaw Park，酷旭馆。康坤去天气预报，上午去艳阳坡，下午天气比上午更暖和，可是会下雨。康坤夏天常常不下雨，晚上去。 夏天最高温度化是82度，最低温度化是91度。今天早上晴天，我们将看到台风。今天下午和下雨，我们将 放完，邀请布幕。今天晚上比小雨，下雨，我们将放完的剧场。如果天气很好。 夏天最高温度华氏72度，最低温度华氏62度。游客去青海港大桥。 大理亚夏天游客穿短裤，因为天气最暖，游客去大堡礁。青旅不但有海洋，而且有内陆。青旅不但有海洋，而且有内陆。青旅今天早上天气很阴，可是趁暖和。下午天气 比上午更冷，可是下午很晴。今天晚上比下午很冷。夏天最高温度华氏97度，最低温度华氏70度。 北京天气预报：上午1点。 多点，下午阴，晚上晴。晚上比早上很冷。今天最高温度，99度。今天最低温度72度。北京夏天常常很热。北京有山，山泉。 雍和区、长城和故宫，北京的夏天，中国人穿短裤和汗衫。